身边旧物只能丢了吗？ Tip Tot 不这么认为。 Tip Tot 是一个创新旧物分享 APP， 只要分享一件不再需要的东西，就可以拿取一件别人不要但你用得到的物品。我们的任务是让人们发现旧物的美好，创造新价值，让 Tip Tot 被更多人认识。有个旧事物曾经大排长龙，连超级英雄都非它不可，如今却被人遗忘，它是电话亭。就像 Tip Tot 里面的旧物品一样，我们要重现它的新价值。我们将电话亭改装，策划一场电话亭微星战，并规划分手的那些事、校园的青春回忆、巷口的玩具店、床底的异想世界，四个充满旧物回忆的主题。走进不同的主题电话亭，跟着记忆回到过去，在每个物品背后的真实故事中，再次看见他们曾经的美好。更特别的是，只要你喜欢，所有的展览品都可以拿走。好酷！好酷！好酷！超酷的！下载 APP 就可以拿走哦。哎，这么好哦！让人们充分体验在 Tip Tot 免费拿走物品是多么快乐的事。整个城市有将近2000个旧物透过 Tip Tot 找到新主人。Tip Tot 的下载名次爬升了100名，没有任何媒体投放，创造 IG 分享多达数百则。我们让更多人认识 Tip Tot， 透过创新的品牌体验，让曾经爱过的继续被爱。 Tip Tot